怎么难说？我今天不只是想说说啊，我和你们这样叫做说说吧。我觉得，我说说啊，EDG 音第二的声音，哎，EDG 音是你们因为 LPL 队友给你们加装，我要开心。哎，其实谁赢谁输我可能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要吃饭，那我要加装开心。其实谁赢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今天看。第一把，第二把，算了吧。第三把，然后看了一把睡着了，看到吃到四龙珠，我睡了。再见，然后就起来就赢了。直播下半期有基金厉害吗？我比那个库玛游戏厉害，思明哥。记住了，京东要3-1。SKT，思明哥准备哭。京东要3-1了。不知道 KDG 下路很怕 SKT 的下路，我觉得还是相信 KDG 吧，只有一个队了。只有一个队了，LPL 只有一个队了，毒气，再我给吓到了吧。然后我觉得如果 T 赢京东，应该 T 拿冠军。因为那个，怎么说呢？欢迎来到 T 给 T 输给前期的时候，初比的状态超级厉害，但是现在初比就怎么变成 Blue Showmaker、Blue 杰卡了？感觉所以有点危险。我没有不喜欢 Faker 呀，我就一般，本来之前喜欢他，但是。就是思明哥，我的直播间从业就是思明哥，就是希望配合的。你知道吗？找 superstar，很有人是很不喜欢他，但是有人是又很喜欢他。但是他玩游戏就感觉有点跟 Depth 一样吧。其实有一些选手找物质这些类子吧。你们不希望物质，但是物质如果上比赛玩得很好，你们怎么想啊？很开心啊，就是这样。其实这次本来 Faker 感觉要被那种难受，但是怎么好多 Super Play 应该中位置，超级明星。啊，媳妇儿，你妈的三线是你吃了吗？肯定来前三了。我说实话，这次世界赛，我想给肯定踢对线辅助选手，他对线超级巴厉害，老子媳妇儿打一个打底，媳妇儿一刀二，他对线真的一刀二了，我不骗你们，我不会说我。进化找你妈呀！找哪里呀？鸡巴找空气吗？空气进化器吗？我的进化石。这先锋能可以吐呀！
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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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정도 니스 올렸마 거의 바로 와 拿下！ 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？